你漏了我一顿饭是不行的，漏别的可以。怎么不动了？哎，不动了。哎，不动。因为一边是比较靠外的，一边比较靠里的。看看我呀，我棒！嗯，嗯，然后还在吃紫参球。阿拉今天早上来吃碗豆腐花。老家都点心店搿搭，侬看搿种阿灯，侪老老派的，看叫个豆腐花。勿是老矮。最要吃这种，这个有酱油什么的。今天来吃个么子？三文金枪丝，虎
我啊，你那个鸡酱牛肉你前面点了两份的，我吃了小青龙三轮。这个馅也忒小了点，您换个大点的鳌虾看看。鳌虾一个耳朵直接帮弄就看看这个门子要挤，要上挤，而且弄我一下饼上挤心不好，根本不能会挤得大老了。刚刚点过菜现在挤得我都笑出来了。那吃饭好了，吃饭是重点挤好了。西物啊，那要吃龙虾泡饭了。要，所以说可以来这龙虾泡饭吃。好的，等一下。我小的时候的北极贝就很小的，现在北极贝就很大了。两碗龙虾泡饭没有上，还有我这个小龙虾没有，嗯。